大家好，我是女朋友男朋友的导演杨雅哲。各位台艺大的毕业同学们，做电影是一个马拉松，然后可以慢慢走看风景，偶尔也可以充实一下，不用一直很盯，然后去外头不是电影圈的地方看看也很好。那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再回到电影的旅途上面，要不做一个很棒的电影观众也是一件美好的事。6月14号到17号是台艺大的毕业展览，在星光影城一起管动。